这炸鸡看起来好好吃哦，我可以吃吗？我不想做功课。再不给我吃的，我就不跟你好了。哼！老师，您给的功课也太多了吧？哎，你看那边，新来的转校生呢，蛮帅的嘛。白雪公主只要吃一口这个有毒的苹果，就一定会死去。到时候，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了。买卖可以在30秒内完成。提供优质的音乐体验是我们的使命，保证让你轻松学，轻松会。即使工作再忙，也别忘了好好吃饭哦。预知更多详情，请扫描二维码。大家都知道北投是知名的温泉区，可是有座特别的图书馆在林木生态环境丰富的北投公园里，又在温泉博物馆的隔壁，您知道吗？饶河街夜市全长600公尺，但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生活百货、流行服饰、通讯器材应有尽有，传统小吃和具有台湾特色的手工艺品更是饶河街夜市最大的特色。这里有台湾小吃、异国美食，整座夜市香气逼人。有名的河仔面线、药炖排骨、胡椒饼得排队才吃得到。不管是买个零食边逛边吃，或是到喜欢的小店里好好享受一番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服务内容适合自由参观，随心所欲回到台湾的不同时空，聆听人们的心声。使用个人语音导览，可依照参观时间、速度及兴趣随心所欲规划行程。您可以选择聆听您所热爱的主题，也可以详细且深入的了解常设展内容。除了精辟丰富的解说、语音导览，也运用剧场式声音演出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，搭配拟真音效、时代感配乐及场馆老照片的声音，带您亲临时代场景，体验身临其境的效果。学好声韵辨四声，阴阳赏去要分明，部位方法需找准，开齐合搓数口型。您好，感谢您致电本公司。本公司是为您项目的每种语言配上完美声音的最佳选择。想了解更多有关本公司的信息，请按1。如果您想向我们的销售团队提交项目或交谈，请按2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开启电源，蓝牙耳机连接成功，电源不足，进入省电模式。关闭电源，请输入定位代号，完成后请按确认键。
各位旅客请注意，搭乘8点16分飞往马来西亚 A B C 122航班即将到来，搭乘本航班的旅客请到 D10 入口等候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本架飞机预定在5分钟后到达，地面温度是23度，谢谢。各位旅客您好，欢迎搭乘台湾高铁，本列车开往南港，沿途停靠台南、嘉义、云林、台中、新竹、桃园，祝您旅途愉快。以伊斯兰教和佛教为主的马来西亚，却有一个印度本土以外世界上最大的印度教庙宇巴图洞，仅其气势就足以让其他的庙宇相形见绌。巴图洞位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北面10公里，在半山腰的一座巨大的天然山洞里，从山脚走进洞里要登上272阶台阶。每年印度教的大保生节那天，巴图洞的广场前人山人海，又宽又高的台阶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朝圣人群。每年有150万印度教徒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朝圣。天空中的星星数也数不清，像宝石一样镶嵌在夜幕中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这些星星并不全都是一个一个孤零零的个体，它们三五成群的组合在一起，构成了漂亮的图案，这就是星座。日本传统服饰称为和服，特点是将长至脚踝的袍服直接套穿在身上。因为衣服上没有扣子和绷带，所以都用和服腰带加以束紧。一套和服有许多配件互相搭穿，且每套和服与配件的搭配多经过精细的设计，所以和服也被誉为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民族服饰之一。